杂杂志村上龙京都指南，日本艺术家村上龙在东京出世成长。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，一家人搬到京都。I am very fall in love in Kyoto. The people believe to the oh, we are the Kyoto people. We are not Japanese. 在千年古都之中，他感受到这里的人对于京都人身份的自豪，亦都感受到他们对于传统艺术的爱。已经八年没有在日本做大型个展，趁着现在在京都举行着村上龙灵气京都展览，揭开他的京都指南。星期一至五晚上七至八，急急子杂杂志。Hello Hong Kong audience, this is Takashi Murakami.